所以整个来看不是很理想。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这边保守派，这个保守组织非常复杂，各种不同的类别。同样一个事情，最好是一个什么观点，看起来是蛮杂的。第二，它的大概19世纪中末之后，对西方的历史的影响、政治影响越来越弱。影响不大，通常是被边缘的一个。第三个呢，他一些观点，我们现在所说这些经济跟一些研究态度不合，就是他对科学的批判，对现代科学是反感，所以我认为不需要学习，只学会了不正感兴趣，就是这个。陌生，长久不理解。但是我们看西方也好，中国也好，过去20、30年，好像有一点点有所复兴，但是保守这个情况，至少在西方中国的社会当中，也不符合10年在西方的学术界、中国的学术界，其实也是在都被特别重视。而且我说讲的不是美国的那个逆反社会这些。政治分地方面其实没有一点都不纠结。我讲的比较多的是在哲学界、文化界，比较保守的一些，不用说历史上一些比较保守的一些趋势。这个在中国最明显，就是中国在64之后，特别是在苏联解体之后，93、94之后的国学热，对国学热的，就是对国学感兴趣的。一定都是保守，但是很感兴趣的一些之前的知识分子，很多都是保守，所谓的保守，像王国维啊、钱穆啊、钱穆啊，和鲁豫正等等啊，所以现在形成这样，你都认为他们是叫保守，因为他在90代在中国大陆这些人说，虽然叫流行，不重视，那么，那在西方，情况比较不一样，因为西方，特别是苏联解体之后，西方就，胜利了。好，90代时候，历史的结局到了，就讲了自由主义就，基本上是我个人认为最大的一个历史的结局。到了2000、2005啊，2008这个整个危机又有明显突破。其实这样的一个政治后的一个政治趋势就成问题，所以过去十来年的西方的思想史研究，有关于保守派的著作越来越多。2003年、2005年、2006年，甚至有一个可以说是有一个论战，对吧？可以记住吗？对吧？对吧？有一个论战就讨论到底是哪？现在不用保守这个词，而是用反对性、反启蒙这样一个提法。反启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历程吗？重不重要啊？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些观点啊？这些都现在过去10年的讨论比较多一点。那么现在我们对保守的理解到底怎么样的一个人算是保守？我们日常生活理解上、道德上看到保守，基本上就是。我这个保守，我说不喜欢，这是一个负面的一个意思。顶多就是要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这个完全没有任何分析价值。这样子就49年的10月1号这个总统为什么说要保护自己的权利？所以这个在学术上，媒体可以这么说，媒体要分析感情，就是理性的分析。所以在学术上这样一个用法。完全没有意思。那么进一步的考虑，那么我们认为哪一些我们现在的一些政治力量算是保守？你会想到一些什么？强调家庭啊，强调人对这个社会的义务，强调道德基础，强调团结啊、群体啊、国家，就不强调一些自由主义派所强调的个人的权利。而是强调个人的
群体的社会的义务。但是这样的一个我们常常会听到的一个理解也很有限，因为他都强调自己的具体立场，而且具体立场与各个社会或者与各个时代情况不同而不同，所以它有分析价值，顶多是对你来可以叙述某一些某一个地方的某个国家某个文化以及文化的一些东西，不是全部，不是所有的文化都这么认为。另外一个提法是所谓的，这个是在中国大陆，过去二十年的提法是文化保守主义。这个文化保守主义是很麻烦的一个词，我跟你讲，在进一步的分析的时候，因为第一，很多文化保守主义其实不保守，我需要发现的。所以我们看一下那个在七十年代起，所有评论上分析那个新生活运动，说他们是不做的。其实，就算是新生活运动时代的国民党，还是要把现代化，还是要把现代化，还是要推动中国的现代化。所以，哪里不是？那么他用以廉耻来给自己政权多加一点正当性吗？不见得。所以基本上这些把现代化的一些政权，像现代化一些知识分子的一些传统的一些想法，我个人认为这个我应该在进一步介绍，基本上就是给现代化包场的，不是那么的，不是很痛苦，不会完全导致一种文化认同的断绝。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我们现在要比较正面的去考虑，到底什么是保守，保守的意思，一定要肯定的是。保守派是对现代性和现代化的反应，但是看到现代化，就看到现代性质的一个社会、政治、经济局面，我觉得这个不对，所以可能有点显现代的一个保守派。我们说很多人习惯于说中国的政治传统是保守，因为它社会三代呀、过去的影响社会，往回头看，所以是保守。这样说不太有意思。保守主义、保守派是到现代才有，所以是到17世纪才开始。真正比较清楚的，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立场是到18世纪才有。那别的10世纪的，8世纪的是保守派。那么我们这样子理解，我们需要先搞清楚他为什么现代性，他们反对的是现代性，他们反对的是现代化。那他们反对什么？因为我们对现代性也是有很多不同的理解，复杂。一般我们听到现代性、现代化，我们想到什么？我们想到科学、技术、工业化、理性化、民主化、个人化、社会的分化，都是一些我们现在所谓的人们所谓的自由世界所认同以及正面的价值。现代性的负面的一些价值是什么呢？就是异化。虚媚，我好像被关在一个冷酷的、无形的、强调高效率的一个什么铁牢笼里面，就是美国的这个提法。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些，不管是正面的，是负面的现代性的一些新闻、一些概念，都是一些基本都是负现象，不是现代性的核心。现代性的核心，我认为可以用4点来形容。第一个现代性的特点是对象化 ，objectification。这个对象化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提法，就是一个说法是一个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我思故我在。科比多他不送。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用比较开玩笑的方式说，上帝，你可以退休，我不需要你。我们人之所以为人，不是靠一个宗教的迷信的力量来决定。我们是谁？是我们自己决定。我们靠我们自己的理性，这是一个理性的动作，靠自己的理性来
考问题的人，研究问题的人，来决定到底我们该怎么样部署。我们再也不接受一个外在的人怎么样一个力量来限制，来告诉我们我们该如何。那为什么这个叫对象化呢？因为原来人是这个西方的这个宗教背景的那些，就是可以儒家传统的一些性格，他们运着这个我们人呢是上帝所创造出来的一个 creation 创世的一部分，我们是一个上帝所创造出来的一个 creation 的一部分，我们住在里面，我们不是一个独立于这个的主体，因此里面客体，我们是一个完整的一个 holistic 的一个 creation 的一部分。那么到了我们说我似乎我在这样一个阶段跑进去灵性来去分析研究东西，我是从这个 creation 跳出来对象化，所以原来的 creation 变成一个 world， 变成一个世界。 world 这个词也是那个时候出现的，有新的意思。因此从这个转变之后才有所谓的世界观，因为现在世界变成一个我可以看的东西，我可以观察，我可以分析的一个对象。以前我是 creation 一部分，我哪有权利去分析上帝的 creation？ 太自大，不可能是。所以，如果我在临死，我从 creation 跳出来，临死我可以去研究、去观察，现在变成我这个主体的对象，我这个主体的客体，这个世界。所以 creation 是 cosmos 变成人的对象，研究的对象，独立于这个世界，包括我们自己身体在内，人的身体变成 earth 的一部分。不知道在位的有没有一个人住过医院呢？一两个月就大的病，你会发现你就变成一块肉，这就是现在的基因，这是基本的管理对象。变成一个他们会处理的一个过程，所以突然是变成 option， 他的视觉变得非常重要，要观察，要理解，要去分析。因此，我觉得是这个此后才有所谓的人本主义，人突然变成一切的中心，一切。以人来决定他的地位、他的价值、被动权，人变成主体，也就说他代替上帝来决定这个世界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他可以靠自己的这种改造、这种志向、他这个野心，来把世界改造成他想要的样子。我们看这个，我们说。就在这个环境都是这样的一个转变的一个结果。我们完全独立于自然界，至少我们整个人最近的一些引起的一些气候等等的变化，我们还是怀疑这一点。但是基本上我们现在过的生活是一个独立于自然界的对象化的一个生活。所以对象化似乎在是第一个现象性的对象。第二个跟这个关系非常密切，但是还是要区分开来的一个天性的一个特点是进步观。无论是啥，一直有进步，具有一些变化，而且都一直知道它现在的一些工具比以前好。这种具体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工具啊，这组织方面的一些变化、一些进步的知识。但是一个进步观是到了现在才有。我们一个进步观是这样的，是怎么样的一个观点？最早是启蒙的哲学家认为，我们可以靠我们自己理性去思考怎样的一个社会、怎样的一个政治局面、怎样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模式才是最理性的。我们靠我们的理性去实现
这个影响。你从实现这个影响，你去创造我们想要的那个世界。而这个进步的过程是一个全面的，不是说某一个什么小工具突然变得比较好一点，比较有效率比较高一点，更新可以就做比较轻松一点，可以做出来足够用的东西。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全面的一个进步，包含经济、政治、社会、人的伦理行为、人的理性思维方式等等。都会是一整体，它会有进步，大部分是有一个目的，所以是一个目的论的进步史观，或者一个进步观。这个是启蒙早期的一个靠一个理性的一个创造一个理想社会的进步观。到了启蒙末期那一年，特别是法国革命之后，这个慢慢转为一个进步观，这个把历史拉进来，这一方面的一个改变。很重要的一个东西，一个 Control C， Control C 把这个我们要靠理性来创造理想世界这么一个思维，这么一个想法，一个历史的东西，说哎，其实我们现在所处的，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是一个外在的人，我们不是他的主宰，但是我们是处在一个历史的一个动向，一个趋势里面，这个趋势就是一个。那么这样的进步史观有两种，一个是有目的，一个是没有目的。有一个目的论的进步史观，一个没有目的。大部分是有目的，像共产主义就是第三个社会，是共产社会。其实自由主义是最后是一个民主。历史的结局就让你复原了，就是我说那一句话，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历史的这个脉络，从过去到一个理想状态。在这样的一个进步史观，人的这个角色稍微淡一点，但是还是有影响。我们可以让这个先锋的摇杆去理解这个整个过程的一些内在的一些规律，可以不能说操纵，但是可以影响，可以适应，甚至可以加速。那么这样的一个进步史观，就代表一个新的一个心态，在这里。以前人就认为我们可以从过去人类的一些经验学到不少，就在怎样的过程中的一些教训，就研究历史目的是要一些怎样的过程，以史为鉴，就这么一个过去的一个态度。到了那个时候，18世纪末，就突然发生一个断层，过去再也不是一个规范。过去再也不是一个模仿，过去突然就与现在韩国回过来的现在的想象完全没有关系。所以从一世为界到以未来为主导方针，这么一个观念也是这里进步史观所带来的。为什么？因为进步这个变化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你们简单的想一想，你们父母20岁的时候一些经验，就是你们现在这么样过生活，还有帮助吗？我大部分人觉得，禁止那帮助，跟没办法给他谈这个东西，不通语言，没办法沟通，而且进步快到一个什么样这样的一个地步呢？现在我这个55岁的人，跟我20岁的我要沟通的话，会有问题，这个35年的变化，而且我觉得我那个时候以前想法，现在完全。我刚看我们这个奴隶主所带来的一些变化，它让我们就是我们沟通方式的变化，我们一看你这样的方式，我们吸收新的方式通通变化。所以这个 co-select 的提法，所以说这是这种经验的空间，就是过去这个历史上所积累的经验这个空间。与我们的未来期盼，这个期盼和期待的这个事业进行关系，所以我们一直不断的会有新的社会、新的状态。新这个字，新就是这边就会非常重要。
哎，这样的一个装电，这个我刚才带这个给你装电，最新的也不是质要更新，最新的是什么？最新的是这个更新，我们来制定，不是说一个产品要改变，不，我们来制定，我们怎么走？这个是最核心的一个进入时光机带来的一个变化，就是因为周期里面一直追求新创新的一个心态。你们现在在学术界要申请经费，一定要创新。你不创新，你就落后，你就拿不到钱。管他你用来做的多重要，一定要想办法挂上你的创新。你真的还有其他的革新化的啊什么的，现在要跨文化，跨那个现在要跨时代来。这个是比较会改变你一些经历、一些流行的一些想法，但是新 innovation 一个申请出的人，一有办法说这个不新，这个不是创新的，就是你不管你研究多么重要，都不行，就可以做，用发不到钱。那么，去各国在对象化进入史观。一直要创新，一直要进步，这两个东西自然所带来的，是个所谓的自我授权，这整个过程的主宰者是什么？所以现在我们完全世界的发展趋势，我们做什么，我们做什么，完全靠我们自己。我们这个其实现在还是这个样子，我至少在，至少在。一方面，我觉得东亚的大部分人是这样子，看，这社会外在的一个什么权威，一个什么宗教的一个什么力量，或者人性的一个什么，没有信仰的话也，就是个人，信仰的个人，道德的个人，就是自己回家可以去想一想，可以想想，但是会变成社会的规范。你想台湾现在有哪一个社会的大家都认同的规范是宗教性的吗？找不到。那么这种自我授权所带来的一个很恐怖的一个心态和局面，我们都可以去看一看那个尼采的《上帝死了》这句话。这个我现在不多说，你们可以上网去查查，我中意的这句话，就在那个《Mad Science》里面的那一句话，他形容的叙述真的是非常非常好。那么，对象化、进入时光、自我授权，现在还有一点，我们往往会忽略，也很重要，非常重要，所谓的戏剧性。戏剧，我们在演戏。为什么我们说现代性就是戏剧性？就是因为所谓的 theatricality。因为我们一不承认外在有我们的宗教就是权威、力量、控制、主导化，那是靠我们自己，对不对？那我们靠什么呢？靠自己的理性。性思维的能力，跟自己性的思维能力也有个问题。什么呢？那要各个不同理解。你这样子想，我这样子想，我们都是理性的时候，我们找到其中不同。这也不是因为我们的思维能力还不够好，暂时还达不到一个结果。我们已经努力了300年，还是没有很多东西还没有过去。特别是发布之后，人们的这个。理性的思维能力还是有点滑，就遇到怎么样的一个局面呢？再一个没有办法达到共识，再一个承认你的外在我们的权威力竞争之下，我们必须要接受不同观点。所以，我们社会是政治是精神的思路，可以那样子，我们可以这样子，而且不仅是可以演不同的戏。同样的一个戏可以有不同的演法，所以我可以
呢？在我联系的同时，我随时一直知道我这样子做，可以这样子做，我这样子做，所以我就会失去就是原有的这种想法的心理，自然的这种心态。环境不是一种认为我们的我们认同的规范是自然的，是是不需怀疑的，是不需要怀疑的。我们现在不管我们什么时候做什么，我们随时能自己知道，这是我的想法。每个人有不同的想法，而且昨天的我也有不同的想法，明天的我可能有不同的想法。我再也不可能有这种很有信心的做出东西这种想法。所以，世界启蒙之后的这种非界定性，它不是界定的。它是对我们决定它是什么形式，它是对我们决定我们怎么走，这种非自然性所引起的一种心动的这种心态，就是戏剧性。换一句话，我们再演下一个舞台，实际变成了一个舞台，往下的舞台，我们另外给一个比喻。我们再也没有办法把那个精灵一个塞回那个瓶子里面去，它破产了，塞不进去了。所以现在的一些新兴宗教和活动、宗教运动，它与之前的宗教运动有一个根本区别，它是处在这么一个世界，就在不打开，强调的话就不打开。再有这种传统的这种原有、很有把握、很有信心这样的一个心态，暂时来说话。你们要对你们的界定感兴趣，有本书我觉得非常值得看，是那个2002年的 William Petting of the World Human Stage Presence Theoreticality and Question 方面的这本书。那宗教的关系就是分析这个心态。中医的人都知道，所以在总结一下，什么是保守派？基本上他反对的、批判的、他不能接受的是对象化、进步史观、自我授权、戏剧性。但是这样子我们分析的不够，我们稍微进入深入一点的去看不同的保守派的一些论点，很快就会发现，他不仅是。按照时间与地点有不同的立场，根本上有不同的批判的态度。第一种批判的态度是，他不能和现在已经跳过的对抗，再回来。所以这种批判他们都有，但他们批判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理由，主要的一个论点是什么？至少在西方这个很明显，在中国我觉得不是那么明显的一个。他们说。我们这个启蒙提倡的这种人性根本是错的，因为人可以靠自己的人性来实现自己的就是一个理想一个理想的一个社会，你完全忽略了人的这种可塑性，人们搞错了，人的理性有限，特别是发了革命之后，保守派就非常再次来强调这个人的可塑性 human fallibility。 我们除了理性之外有很多其他欲望、感情、意愿等等，这些都恐怕理性很重要，然后要理性人的理性这个东西就
所以你们这个启蒙的这个梦，最后是个噩梦，你们忽略了已经受到的那些一些重要的一些特点，这些核心是什么？所以，他们反对的是有他们的用心，他们的启蒙的那些代表人太天真，说好听点天真，说难听一点，根本就是原本。所以有一些就像比较保守的、有人性的一些人，二战之后说了一句话，这个是我在这里敢讲，在德国人讲，他说：“纳粹大帝国杀犹太人是启蒙的奠基。”这个是我犹太人说的，不是犹太人说，是一个什么其他人说，是启蒙的奠基，因为你们把这一个怪兽从上帝的束缚解放出来，何妨呢？那么这样一个观念过于简单，不需要解释，但是不是不简单的。因为说的简单一点，希特勒认为犹太人是不是他是不如我们的一个种族，我们人可以靠理性改造一个世界，我们可以创新一个理想世界，就不需要这些杂种，把它干掉好了。其实西方那一段很多这样的想法，所以 eugenics 不是德国产的，瑞典叫工作国，到处都有，就是德国做的比较彻底，比较看的。所以说这样的一种行为是其中一点，虽然是这个说回来的问题，但是不是很重要的。那现在保守派有两种不同的对这种启蒙的批判态度，一个是强调古典的一些规范，所以我称之为古典的保守派；另外一种态度是强调历史传统的重要性，所以我叫做历史性的保守派。那么古典的保守派说什么呢？他说，我们其实是有普遍的、谁都不需要遵守的规范。这个规范不是来自我们人的理性，不是我们想出来的，不是我们用理性的方式推动出来的。不，这个普遍的规范是来自上帝，或是来自一个什么做了一个什么 order 一个架构。我们可以顶多我们可以理解，我们可以体会，但是我们不能改变，我们需要遵守，我们要想办法尽量的实现这个规范，但是我们在努力实现这个规范的同时，必须要意识知道我们的哪些行为，我们多努力，我们要告诉你，所以不要太过于的关注。这种保守派，它不承认历史。所以规范是历史之外的，是非历史的，就是不变的。那另外一种，这个是法国革命之后影响力越来越大的，可能法有病其实是德国的跟哥哥浪主有关系的，这种强调历史传统的保守派，英国的不是是代表的。他们说，有没有普遍发布四海皆准的什么规范，我不知道，我的话我也没有从知道，所以我不要说，不要往这个方向去思考。我们靠什么知道我们该怎么样的过生活？靠什么？说错话。我们靠什么来决定怎么过生活？你靠传统。传统是什么样？传统就是我们的祖先的智慧。是我们现在好几百年的经验积累起来的一个智慧，这个传统不是不变的，它要按照它会跟着历史变，但是这个变化是慢的，是有机的。如果是我们站出来靠一个什么自大的一个哲学家的一些空谈的话，改造世界，所以这种强调历史的保守派，它的根据是 being。存在的一些，传承的一些，传承的一些东西，
不是一种 ought， 不是一种我们该如何，我们应该如何是要看我们现在的状态，他们现在的这个人那么主流一点，我们就是强调历史，会强调每一个地方中每一个历史阶段的特有的，也没办法跟其他的地方、其他时代的传统的讲，都有它的，都有它的价值。什么中国的传统，什么印度的传统，什么德国北部啊，不光台湾，什么广东大陆什么都不同，可能有关联，但是其实与地方时代不同，所以也有所区别。那么这一点跟浪漫主义很像，但是跟浪漫主义的两个人根本的区别是，浪漫主义是强调就是个人，完全强调个人，就是把这个历史的带来的相对性已经逐出的个人。我们说每个我们认为不是那么基础，不是个人，是社会，所以他老师朋友会强调集体。第二，浪漫主义有一点这种非理性的趋势，对非理性的崇拜、感情的崇拜，这一个保守主义就是这个条件。虽然也强调理性之外一些权利、一些特点，但是也不会否认理性。而浪漫主义经常是不是否认理性的，是还是理性。所以浪漫主义保守派有一些共同的都是这些区别。还有一个是旧世纪末影响越来越大的一个新的一个思想，是跟保守派有一些共同的地方。这个存在要转到中国，中国一个新的一个趋势，就是这个 cultural nationalism 文化保守主义，不能够民族主义。cultural nationalism 是什么情况？就是要强调 modern nation state 现代的民族国家，德国、法国啊、中国啊等等等，这些民族国家的存在，它的体系、架构等等，这就是目的，现代化。它要克服那些原来的一些地方性的权利，它要克服原来那些地方性的权利，要实现一个庞大的一个官僚系统。这个官僚系统的目的是要推动现代化，要去教育，服兵役、国家的军队、纳税制度、公共的交通、医疗等等，这些东西统统都是就是这个 modern nation 推动现代化一些工具。教育原来不是归国家的，它是归个人的，是归教会的。交通也不是归国家的，那个原来的一些国王爬什么马路怎么样，他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一个部队。这些国王把什么东西那些全进来，要是哎呀，有跟教会的这个比较敏感的关系，不要信请这些教会。其他的国王其实不是怎么也跑不到，但是现在的这个庞大的这个历史性，它要推动现代化，需要克服一些原有规避的民族的和教会和社会的一些权利。但是特别是那些所谓的 late developing countries，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他们遇到一个问题，什么样的问题呢？他追求这个现代化的理想，不是他自己，是来自国外的，所以他有一点认同的问题。就像雷文森说的，那个现在中国人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怎么样现代化的同时还是中国人？因为现代化像是去中国化，我需要学习，然后才能够现代化，才能够幸福。但是我成功的话，我就不是中国人，怎么办？然后所谓的这个是完全很多人现在流行的一个提法。根就在那，其实这个问题能造成出来。那么 ，late developing countries 是从哪里开始的？从德国开始，就是所谓的西方十三个国家，法国、荷兰、英国，就这样子发的。德国是西欧的西边的靠海那一块才是现代化的发源地。英、德这都是经济方面的，法是这都是政治方面。但是其实这三个国家，那么德国遇到这个问题，德国怎么说？声称它是现代化，
高大部分的部队还是来占领的。我们说基于这个挑战，还是搞现代化，跟他同时打对方。所以，对我们德国统一结义也是现代民族国家贡献最大的人，就是一个外国人，就是拿破仑。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这种民族主义者，这个人，不管你看哪，犹太人的民族主义之外，他们叫基本民族主义，都会有这种靠什么生存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搞现代化，他们同时要构造出来一个民族主义，靠文化的一些存在，他们不会承认是构造出来的，他们说这个是人为制造的。我们一直忽略的，现在终于要实现了。所以这个 eternal germination 一直被一些刻薄国王所压迫、所忽略。现在我们中国的找出来了。那么这种 cultural nationalist 这种文化民族主义者，他会跟历史性的多少同样的强调冲突，所以看起来常常很像。所以我们看。他们之所以要提倡传统，目的是什么？他们提倡传统是因为这个传统比现代性好。传统才是我们现在行为规范的来源。还是他们强调传统是为了构造出来的，这个民族国家的一个标准。而这些到现在，这个是文化的历史的标准，文化民族主义根本去。当然，这个界限这样子说出来很清楚。你看中国这现代史，其实常常很多有一些人跳来跳去。梁启超早期是一个靠什么上的，到了一战之后，就有点往保守去的方向，但是也不是不完全，还是一个 nationalist， 所以有点不清楚。但是我自己认为。中国这现代的现在所谓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大概一半以上根本不保守。我的感觉是搞现代化，但是采用传统的一些部分，以原始结账为原因，看起来是看什么什么，有点像保守，但是就是保守。我认为国民党从来没保守过，没有，不保守，都是搞现代化的。就是搞现代化的方式跟共产党不同，但是还是搞现代化。而且我们看像现在的一个原始的那一帮的国民党，你看就看到现在的共产党，就是习近平之前的共产党，其实很像，在某方面很像。那我们看现在的西方也好，中国也好，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概况。我发现其实个人认为，尤其这个叫科技的人，大部分的研究 Levinson 搞了写一本书 Confucian China is Modern Fate， 就是儒家中国和现代的，但是现在是儒家听不听，因为他认为传统的精英经没落了，既然新的形势不利了，自然只要看中国怎么接受，他不会去怀疑现代性，所以那些真正怀疑现代性的那些人根本看不到。Benjamin Schwartz 的那个福勒士那个保守派保守主义那本书的评论里面，他所叙述的保守派其实是靠什么什么做，不是靠什么什么做，觉得不是真正的保守。很多大陆的研究，文化保守主义的提出，其实对这个词定义不明确，而且他们提到的一些人，不少人其实不保守。我觉得写的比较，较好，而且有想法，去思考到底是不是保守主义的一些，所以我看到的一些，不管中文的一些研究著作，有很多就是陈凯明是硕士，教授。1979，今年30多年，快40年的论文集，他这个论文集那个文章确实写的挺好，挺有意思的，可惜到了。
因为可能台湾的是从小，就原来从那种进士所、进政所的学生去学台大，又是新的小学，他写的他的硕士论文是分析你的学生代，随后写了不少的论文，都要写这种，因为对他这个之前的那些评论，那么我现在在开始写。这次在台湾过了三个月的写作的时候，我正式开始写，这个就是说我打算写，从开始写专注，的一些对象，一些对象，有一些有一些比较有名的学者，有一些很多人不知道，像张太炎啊、梁启超、冯过伟啊，有一张前一句刘先兴。尤其新地方，四川成都的一个知识分子，新民主义知识分子，蔡徐啊、法凡啊、青城啊、金昌子啊，这样一些，他们对进步史观的批判，他们理解的，怎样去批判这个现象？他们那个时候，他们没有考虑对象化，他们没有考虑什么自我索取、这个自主性，他们都没有一些概念。他们看到的现在是西方文化，自己原有的这种文化背景，自己的价值立场去考虑，他们去决定。西方其实那个时候最明显的、最影响力最大的就是进步史观，一个是科学就带来一些科技的发展，一个是进步史观，要进步。去看看晚清读书的这些分子的一些著作，最明显的一个心态是什么？知识分子非常有压力，我们要赶快，我们要昨天现在好，明天还不够，赶快，不然的话我们就没有机会了，就会就完蛋。所以这种时间的压力，就是说这种进步史观所带来的非常之大。这个进步史观为什么带来给他们这么大的压力呢？这个其实很简单，因为19世纪末那一段进来的进步史。进化观和evolution分不清楚，这样的东西接在一起的时候，变成这样一个制度，也是一个等级制度。进步落后，那么进步落后是一个时间的一个等级。我在前面，在后面，我在前面那个国家，我就是会发展。所以那个 Condorcet 18世纪 Condorcet 说，历史是进步的，它有个目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我这个我法国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政体，我们现在的这个哲学就是我们要就这样往下写。但是19世纪末，我中国人进入时候，它是有因果关系，它是有规律性的。怎么追上呢？假如所有的国家都是按照有固定的制度的、有因果关系的模式来往前走，那你是踩前面的人一直在走。我怎么走上呢？不是永远就落后吗？所以我必须要想办法追上，我需要想办法快一点，大跃进就快，这是一个快的办法，想办法用不同的方式，习惯不同的方式来达到同样的目的，快追上。所以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这种时间的压迫感非常之强。所以那个时候的保守派自然而然也就会主要思考这个问题，不是只有这个问题，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思考的问题，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思考的问题就是伦理，其实这两个东西，我们思考的是这个社会的道德的，我们怎么知道什么社会什么是错，怎么实现？换句话说，所以在。是什么东西？人性是他们所思考的东西。所以，这些人，刘玉正也好啊，刘先清也好，张太炎啊，金昌子啊，他们都写了不少文章，是批判现在的这个进步史观，就是进化观。他们那个时候不是分得很清楚，就是进步和进化差别非常大。这个需要解释吗？
化 evolution 其实没有让进步，进化就是要适应这个环境，适应之后就好环境变了我再要适应这个环境怎么变，不是一个好不好的变化，就是一个不变化，就是不同的环境，这个环境的变化不是一个直线的事情，越来越好的一个趋势。所以我是恐龙吗？因为我适应这个环境非常理想，所以就所有全球的动物们都是恐龙，发生一个变化呢，不特别，这不是进步，不是特别，就是变化。那变化的含义是进步。那么进步不同，进步是一个目的，越来越好，是线性的、直线的、线性的进步。但是中国晚清的时候，这两个东西没有分开去，没有分开，没有分开，就过来混在一起。很多人进化，我们进步就是像是同义词。到了差不多20年代才开始分得比较清楚，30年代时候很少还看到一些进化、进步这两个词混在一起。都是有的，是不多的。那么，我还是继续讲。还有，今天我们有时间介绍一些个案，每个个案的理解其实都是他的一些批判的。进步史观的一些论点不是很清楚，所以需要这个历史就是我没有机会介绍一些个案，但是我经过一些对他们资料的阅读，我们那个归类的方式，简单的介绍一下有哪一种不同的进步的批判，其实有四大类型，可能还有更多，这个未来3年进步的。第一个对进步史观的批判是一个处于认同考虑的批判。这些人说什么？来自西方的进步史观，就是西方的东西，完全西方的发展模式和标准，不适合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国家的文化背景、历史情况等等，现代化的条件。在那个时候，西方完全不同，所以，为了从现实考虑怎么样现代化，为了自己保护自己的认同，我们需要做自己的步子。所以，中国特殊的恰恰主义，不同的，德国的Sonder，德国的这种 special path， 特殊道路的这种，我们是以特殊道路的口号打法，一战是，法国是文明，我们是文化，他们是搞。面对女性，我们搞的是浪漫的感情，所以我们要对抗，我们要自己一条路。其实 multiple modalities 也是这个思维，一个地方有自己现代化的一条路，但是现代化还是最后的目的。换一句话，这种的进步史观的批判不是保守的，他认同现代化，但是不认同有一条路，所以还是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不同，现代化的是现代化，但是他不认同有一个不变的道路，这个特殊的这种提法，特殊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方式，它就是一种真正的哲学考虑，每个地方提法不同，因此有不同的方式，它是要出自于一种通过自己赚钱的道路。那这个。这里不一定，所以第一个对进步史观的批判不是保守，也都是靠的是 nationalism。 第二个就已经开始有点保守趋势的趋向，就是一种根据事实来批判进步史观。不少人那个选民，如果那个不少人加入要求，那是查留意中说得很清楚，进步史观，我们看一下过去哪有进步，这是什么东西？道德没有什么进步，反而我们看到很多负面的退步的现象。你可以认为我们需要退进步，这个不犯罪，但是你不能说必须是进步，因为这个肯定是胡说八道。我们要读个无数的反转，这种批判还不是以
定出去多少人考，但是其实有一点还是要准备的，定多少真的没有作用。第三个就是技术上的安全是明显是有保守趋势，就是一种根据伦理考虑来看基本出发。因为那一段的中国进步进化不分，所以这些人常常说这个进步去抢什么竞争，有时候劣败，这根本就是不是人过的生活，这个是野兽的生活，这个是非伦理非道德的生活。所以就算是我们看到历史的发展真的是这个样子，但是这是错的，我们不应该接受这样的一个观点。就算是他有他历史上的根据，谁说历史上的根据，如果历史上的根据就是对的，这是错的，我不应该接受。所以有不少的，也不少信佛，也不少知识分子的战争观，开始是这么说的，长期也是这么说的，应该是这么说的。这种进化式的进步是根本就非道的，不应该接受，仅仅是对现在性。因为现在不承认也所有的人都不需要遵守一些伦理规范，基本上都接受。第四个批判才是比较深入的，比较有哲学基础的。这种批判是比较全面的现代性的批判，不仅是个基础。这些人他们批判的是过于靠理性来理解人性，反对把世界对象化，当作一个我们可以研究改造的一个对象，也反对以人这个主体为中心。这种声音不是非常多，但是有不少，其实蛮有名的，就是这样一个这样的论点。比如说张太阳，有一段时间。有这样一些著作，刘宪新也是这么王国维没有很多，这个是晚期的时候没有很多比较学习性的著作，早期的其实我们看自己两个例子已经有这个趋势，我觉得也是接近于这个影响。但是我们要看得很清楚，不管是第三个老师这四个类别，伦理性的批判，是从较根本的哲学性的批判，这些基本上没有一个人倾向要回到过去，回到传统。因为你要有这种批判，不管我们赞不赞成，没关系，就是没有多问题。但是你要这种批判，有一个条件，必须要有经验。你要分析这个现代性的厉害性，要分析它的一些哲学性的核心。必须是很聪明，必须要对西方的哲学是很有把握，必须要理解，必须要敏感的感觉到现在所处的这个历史局面、文化局面就是那么一个情况。一般的主流的盲从，主流的一个特点，主流的80%是哲学分子，非主流往往是比较聪明的人，他处在一个不舒服的一个地方，是非主流。必须要拿出比较充分的理由来说你为什么反对，你跟着主流去跑是谁哪一个办法可以跟着跑，这没什么。所以非主流的人他们是那个时候其实非主流，他们必须要拿出论断，所以他们往往是很聪明的，所以他们大部分非常清楚承认回头故事做了等等，我不能回去，所以他们开始想我们怎样的面对这个。我们好像非现代化不可，不然会被淘汰了。但是我们又觉得这个话是不对的，这个是非常防备的一个情况。怎么办？有人因为这样子就受不了，就自杀了。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情绪分析很清楚，他就是因为这个理由自杀的。情绪看得很清楚，情绪强调的是民族精神啊，什么三纲五常。但是他在他给他妹妹的信里面说得很清楚，
个社会和社会进行急剧变化，它的文化也就没有成有基础了，就会跟着变化，跟着改变。字里行间，我们中国的这个我要保护的这个传统，怎么算是有中路？但是我要去保护，我要去努力。所以这些人是很清楚的知道的，不能走回头路。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有一篇文章，我觉得是个现代性的比较深入的分析，是那个海德格尔有一篇文章叫做《The Epoch of the World Picture》，就是世界观的时代。这个有中文版，有英译版，可以下载，是在网上。他分析这个现代性分散分析的非常好，因为他明明前提的同情这些对现代性的反应引起多少害，但是呢，这篇文章最后一段写什么？那些教授说的，你们在做梦，这就是所不同的。我们面对未来，我们必须要想办法，为了未来。我在看到的那些教授，很多人没有这样子说，其实我们看他们今天举的问题，我们就可以感觉到他们不会把回到传统的状态，依旧可能，因为他们知道可能不行。所以，中国现在的保守主义，其实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保守主义同样的一个困境，又知道又不想办法，又觉得。错，怎么办？他们因为这样的困境，大部分的保守人都有共同点，他们拿不出任何一个具体的社会、经济、政治方案。他们做牛仔是个哲学，没有层次。但他们写有关具体的社会、经济、政治问题的文章，没有深度，非常简单，因为。就是你这个问题，就卡在那里，因此他们就会变成化了，影响不大。那为什么还要花你们一个小时时间谈这个东西呢？好像你结论是，反正就你不希望的，就是以保守这样的希望。那我觉得，我对这些人其实感兴趣，不是因为我认同他们的观点，因为他们很多地方有，基本其实没有什么。不是认同他们对现代性的具体的批判，毕竟他们的时代和背景和我是不同，所以差距太大了。我之所以对他们感兴趣，是因为他们对现代性的分析、考虑和批判，可以当做是我们就是可以给我参考。为什么现在要给我参考？有一个人写了一个失败也比保守派也写功，其实很简单，他们所思考的问题。现在所面对的问题其实非常简单。我们看一下过去20年所谓的人站所谓的自由世界的发展，我就觉得跟中国大陆有相关的问题。我们已经遇到了一点非常的民主，就是说20世纪的核心价值有更多的一个位置。西方的民主过去20年做下来，这个状态是一个比较晚一点的一个叫现在的。具体现象，这个早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我有政治社会的一个进化，进入20多年的背景，德国不是那么严重，你其实也是同样的趋势。那也是，英国退出欧体背后其实真的有什么？他们退出欧体不是因为他们什么理性的利益考虑，他们用利益上考虑出才会才退出。正常，他们就发现。我做成标了，那我们那个脱球基本上不错。你这次有没有看昨天那个May的演讲？看到没有？他们新闻没有报道，中秋节还没有报道。你看，您去看，很有趣，没死了，彻底死了。他做了一个小时的演讲，离谱的很。最后他发现他不行，他讲不出话来。他讲不出话来了，张三他，我怎么就卡在那里？估计不到一个礼拜就出来了，因为他拿不出任何方案，
但是为什么还是会脱球呢？脱球和投票，就是因为对科学发展的带来现在的局面，还有研究究竟能够学什么机构，这是重要的。这种比较极端的这种影响也很大，这是一个负现象。真正的问题在于，科学所带来的东西，谁要放弃？就要生大病。就知道没有科学，就死了，就是要死的东西。而且现在的不知道多少个全球人口也没有科学的手段能够活过来。但是我们看得非常清楚，科学非常的一些统计成果啊，现在没办法弥补，所以必须要。我们不能想我们得不得最大，就是靠电子，其实要输出来的时候，它是非常出自于一种南方的一种对自然界的一种想象。那这些都要退守社会，或者说有机的生活，靠这种有机的一些东西来养活自己。你现在在台湾做什么呢？靠高科技改变前面的高科技，创造了开放。他为什么完全进入这个科学方法的解决科学的创造的问题的这种资本模式？这不是方法。因此，他们过去十年一直走下坡，这效率越来越低，因为他们想出来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喊的是环保，但是他们用手段，是换方法。所以科学的一个危机，我们就在人权多端在这里。那民主，我们在这个时候上是一种比较严肃的一些现象，就是民主是主体的中心，再也不像是一个朝着主体一个伦理规范的一个战局。我都认同这一点，不要有一个人出来说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不会接受这一点。台湾跑到大陆，我感觉到这个区域，我们不大这个。但是我又看到这样一个制度所引起的一些根本的问题，所以我之所以对这些感兴趣，不是希望从他们著作得出得到有什么解决我现在大家问题的答案，但是他们有些新的反省和批判，是很有趣的。这个是我们是做不到，所以这个是不同时代的。不同文化背景的一些保守主义，他们一些观念在德国的保守派当中看不到，所以我就觉得，研究这样的一些人，这个真的是题外话，是学术研究之外的，其实我们也是，是可以刺激我们有新的观念，有新的一些文化思维、思考逻辑。好，谢谢各位。谢谢斯奈德教授。有系统的，但是也是很快深行的这一场演讲，那就是把一些历史的思想的问题带到当前的这个现实的处境。那我们在座有来自，因为实际上我看了一下，真正是宗教系所的老师跟同学不多，可能有其他我比较陌生的，可能是来自其他系所的。我想我们这个，因为斯奈德教授的这个讲题跨了很多不同的学科，那在座我们也许是就是接下来时间就是开放讨论嘛，我们先请我们今天特别赶来的老师们先提问好了。我们这个大概是有点保守主义的，就是老师先，还有这一方面先特别是啊，还有今天那个我们宗教所的蔡燕老师也是赶来这边嘛。郭老师，还有那个政治学系的郭老师，我们还有没有其他老师啊？我觉得其他的我都不认识，可能是慕名的所，台湾所其他的哦，台湾所的季老师，对对对，因为你看来很年轻，我一直以为你是博士生，你也是老师。好，那没关系，我们几位老师是不是先来跟斯奈德教授请教一下？其他学生待会可以再。我浪费时间，这题你刚刚提到很有趣，就是在你讨论的那个时段，
大家觉得说这个进步一定要进步，那么因为时间啊，好像没有办法等，所以那个整个对时间的急迫感啊，那样的一个世界观，就是说突然之间在面对这个现实的时候，那个时间好像被压缩，压缩的很厉害，以至于啊，有一种现象，我觉得有一种我们在研究早期基督教那种 apocalyptic 啊，就是最重大的问题也就是时间。当你把时间压缩到最后说啊，没有办法再回转，而且你呢，在过去再过来的话呢？啊，不是一个 new heaven and new earth， 那么就是一个就是 hell， 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急迫感。我感觉好像就是说，这个在很多历史的时刻，像说因为早在研究基督教就认为说这种 apocalyptic vision， 啊，特别是那个最后的这种的时间走到最后，就是一个 discount， 啊，最后啊已经没有办法。这个在中国以前好像很少，我觉得多有这种情况，好像在你讨论的这个时段里面，突然间中国知识分子对大量的趋向面对一个好像一个 apocalyptic 的一个 decision， 就在那个地方，我就说这个是很有趣的一种现象。然后呢，再过来要怎么办？好像大家不晓得，但是就是说这个整个时间。以及以前千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发展到现在，已经是啊，好像一个在一个 click， 啊啊，你要跳或者要怎么样，就是没有一个舒缓，像这样的心态，啊，这是第一个，我觉得说提出来，啊，是说这一方面可以再想一下，或做一个比较。那第二个的话，我觉得有趣的就是说，因为你现在讨论的是一个 modernity，那么我想如果按照这样来看的话，我们现在因为在讨论很多很多的这些大的概念，这个所谓进步啦、保守啦、现代性啦，像这些，好像在这个当作一种的 categories，一种 conceptual categories。都时常有很混淆的这种现象。那么现在我想你现在讨论是一个所谓保守主义像这样子。那现在我想另一方面这个 liberalism 也可能也是面对了像我们现在很多你要来界定说什么叫做自由派，什么叫自由主义，像这样这样。那因为我发现在我比较熟悉的宗教研究里面也充满了像这样的一个情形，就是呢这个所谓 religion 像这样，那什么叫做宗教，这个也会提到，就是说这些的东西都是在比较现代化现代性以后所产生的这些东西。那么因为知识分子对这些的理解以及现在趋向一个多元主义产生的情况底下，就会有很多人有不同的这样一个看法，哦，所以产生了很多。所以我在想说，你所谓的保守主义，是不是以此类推，在我们现在很多在思想上，当做一种 conceptual category， 是不是其他很多类似的现象，也同样会面对像这样的问题？哦，这是我最基本的两个疑问。我这边有一个选择第二个问题。就是John Edward Siegel 一个宗教学者，他主要专长就是宗教的现代化，适应现代性现代。他里面特别，他的书里面特别提到说，其实我们一般来说，这些去 label 这些 fundamental 的，其实是 misleading。他说，因为没有一个。这种 fundamentalist 他不是选择过去的一些东西来适应现代化，所以他们其实是要适应现代化，只是他们选择性的选择了他
传统的一部分啊，来作为它是现代化的一个东西，而不是像可能那些你刚刚提到的啊，那些他们只想用现成的西方的rationality based solution 来解决一些问题啊，所以他可能也是想要，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第一个问题，我们可能误解了这些保守主义者，其实他们也都是 modernizers， 只是选择性的使用过去的一些语言，来合理化他们的改革。有关这个福柯的词问题，还有这个诺斯洛带来的这种实践的这种打破，我觉得到了进步史观情况，不管福柯的是多么糟糕、多么可怕，他是那个完美的人物。不会答这个问题，不会，就是描述的时候，上面这个不从事道德是否非靠我的心理来的，所以这不是说完全是一个绝望的状态，但是到了这种进步史观的那一段，当然你是一个目的论的进步史观，你还是有一个完美的。追求，但是假如你是在这个，就算是有完美人格和完美的，就在一个落后的一个地方，你面临天天面临的是将被淘汰，而且很有可能被淘汰，而且周围所看到的都被淘汰。1900的中国知识分子，印度被殖民化，东南亚被殖民化，非洲被殖民化，除了东亚之外，统统是西方的。全球的这些，而且都已经差不多文化给灭了，看起来文化给灭了，种族也给灭了，后来就这个去殖民化之后的一些新的发展，我们那时候看不到的，所以我们要处在那个时候，实际是去那个趋势上，我们去探讨那个的区分，看到一个世界就是，那我想有没有，再次就明年这个乱。所以他们的就是你面对末世，你还是有希望，你还是有一个有救你的上帝，就是很好吧。那个到了我们目的也是去了，就更可怕。我们现在经常是在跑，在这车里面跑，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目的是什么？不知道。所以这一点有一本书就是在美国喊红，非常非常好。阿布图泽是一个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个德国的犹太人，他一直在芝加哥。前3、4年和德国甚至莱比锡大学社会主义大教授，他先用英语写了经典，然后到美国中医的文学教堂，他的每天晚上现在是10年前的，8年前的，我们的中医文章，就反正叫 acceleration， 加速，但是他去分析过去20年这种数位化所带来的这种各种经济、社会、政治这些程序、这些步骤的这些东西，速度越来越快，这则带来了一种。非常恐怖的一种心态，很多人都受不了。现在是为了现在我们到处看到是 burnout， 我在哥廷根大学的同事当中100个，至少同时有7、8个经验演讲，不行啊，不行，我们受不了。所以这种他所分析的这种 acceleration 所带来的问题，不在于。不知道我哪里快，这个时候，这个现代的，这个时候，失去目的之后，我们还是有一个美好的一个民主制度和一个
可以把那个反向曲目里我做，还可以撑着这个压力，但是这个目的没了，这个压力就基本上是不运行的。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可以看他们的逻辑。这个都是怎么说？因为我们搞思想是常常会忽略一些比较务实、比较具体的一些社会经济的基础。这个有一本书也写的很大，也是一个法兰克福学派的，不是左派，但是很喜欢他们著作。这个人叫 Moshe Osterholm。还有就这个，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常常在德国，但是这多的是听到的。他的写的那个书的书名，反正他分析的是这整个西方的这个新的时间观，现代的时间观，背后的经济模式变化。Moshe Osterholm的代表著作叫做《Time, Labor, and Social Domination》，1993年，《Time, Labor, and Social Domination》。他就分析这个新的机械的抽象的世界观、量化的世界观，经济模式和这个社会的权力制度的关系制度，因为我们必须要分析一些保守派，这个我没有做，我不是保守上手，我对这个没有，但是当然一直注意，我们看他们的观点，我想你是个不同的观点，我必须要考虑他们背后的这种，比如说具体的利益，不是这么具体，不是这么简单。那像背后的这种社会身份的，还有经济利益关系的这种，不用说利益，这个太具体了，是它一种identity， 可以再把它增强。我这个看过 Postdoc， 没有办法做。可惜法兰克福学派写作的方式是。要花很多时间去看，比较痛苦一点，不是这种三个字一个句子，简单的这种马路语，但是启发很大。那还有这个liberalism 还有那个 conceptual categories 的问题，其实我知道我这样子一个现在保守主义者定义是非常抽象的。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去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我一直觉得我们做研究，不管我们是哪一个时代，不管我们是哪一个地区的核心现象，我们必须要想办法做比较性的这个研究。就是我们要跨时代的跨越，一定要看不同地方的这个，不然的话我们会错有看到了这个。台湾这个现象，台湾才有。台湾跑到大陆，你发现台湾大陆有区别啊，这个台湾是台湾这里。其实你跑了什么马达加斯加，马达加斯加台湾。所以我们要做比较研究，来避免这种视野太狭窄的问题。第一，第二，我们现在已经在处在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统一的什么一个状态。我已经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至少我们做 ASS 的这些工作，我们那些学科的同事在德国，他们还在19世纪，他们还是西方为主。我们这边大学也是西方，当地硕士学生叫什么？叫 Chance Continentalist of European Modernity。Chance Continentalist of European Modernity。换句话。非欧洲的地区是你接受我们的现代性才有研究价值。看到那个学生，是我觉得，19世纪的国语。但是我们做 ERS 的时候，早就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再也不能以欧洲的经验为出发点，但是我们也同时必须要承认。现在这个世界的经济的模式，科学研究，国家架构，大一部分至少受西方是19世纪的影响。所以，虽然各个地方对这个现代性的反应不同，就是它所反
对的，他所分析的现象性趋势很像。所以我的目的是要尽量想办法推出一个比较抽象的或者说是原因，目的是要能够做比较，在一个比较具体的层次开始，我就可以看中国的，但是不能等于我们成交后，我需要跳高一点，跳高之后我要再回到比较具体的那个层次，所以确实有一个比较不太受不太局限于某一个地方的一个时代的，不然的话没办法做比较的这样，所以我不知道这样子去介绍它是有什么问题，但是就很好的说。那么这一点我跟那位老师就观点不同，我认为一样把现代化这个价格不照着方式化，至少我的定义是这样子，一是要接受现代化这个不在这样方式化，它可能是缓和的现代化的关系，比较多一点要避免太严重的融合断层，但是这个是暂定一暂成现代化，我就不叫它方式化，我就叫它科学那什么那什么科学摩登那叫做缓和摩登那是，所以。其实只是一种我们可以这样子叫，我们可以那样子叫，不重要。我们的时候，这个我们要分得很清楚。我们就看到了，他的观点是接受现代化是什么东西，是怎么样的接受，怎么样的符合。所以这个要区分开。不然的话，我们一个王国位叫保守，但是你搞新生物的那个功能位叫保守，那么这样子保守这个字是没有任何的分析价值。所以我就希望。我们最后用哪一个词？这是一个词，但是我们要尽量想办法，不要把其实性质不同的关系，完全放在一个框架之下。所以国民党是保守，那王国就不是保守；王国是保守，国民党就不是保守。因为他们有现代化的讨论趋势，是不同的观点。所以我们的目的是这样子。当然，我暂时。多强调重复的其实还是接受性的，我只是不叫重复的。那我提出这个问题不只是一个 rhetorical 的关系，因为这个也是延续了我们宗教所这十年来我也从我们宗教所同人物过我自己主要是在政治系的，从他那边学到很多，就是当我们用一些西方的概念来分析中国的这些宗教，文化里有很多的困难。那就像你自己说的，这个 conservative 在西方它也是一个后来建构出来的概念。那现在如果说我们要把这个概念再应用到现在这个主题的话，我的一个直觉就是可能会碰到这个问题，John Esposito 就清楚地显现出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架构本身可能就是跟这个不管是看你看或者 oppressive 这个 concept 本身可能就不适合去解释，不要说中国的，我们现在说再重新解释西方的经验可能都有问题。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就是我发现那个我找到很多很有趣的那些案例。那就是西方从康德以来这种 rationality based 的这种humanist or social science explanation， 其实已经碰到一个极限了，因为他们故意的从宗教所来看的话，他故意的忽略了宗教因素，就像说刚才您在讲这个中国明末清末民初。改革运动里面，宗教被刻意的被阻挡在外的啊。可是如果我们去看近二十年对于西方民族主义现代性的兴起，我们发现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是它的 modernity 是不跟它的宗教主流宗教是密切结合的啊。所以宗教被重新赋予了一个新的使命，它要帮助这个国家。几乎没有一个例外啊，半例外大概是法国的例子啊。那可是有趣的就是，我
们中亚所从一些研究的发现呢，就是明末清初的时候，清末明初的时候，这些知识分子他们认为西方的模式是一个完全的世俗现代化，是不需要宗教的现代化啊。那他们的架构呢，其实是比较是采取反而是 French 那个 model， 就是 Laïcité model。啊，1904年的时候那个 model， 他们认为说那是一个理想性的宗教，是受到操控的。啊，那当然也受到了这个 Marxist 的影响，所以、也开始了这个反教的运动。啊，那因此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现代化的 program， 在近代世界历史上，少数一个没有一个主流宗教支持的一个现代化 program。啊，连他的邻国德国啊，不，日本也是学德国模式嘛，啊，那种密切的结合，建立一个 state 系统，啊，然后快速的加速他的这个现代化，而中国刻意的排除的就是反宗教，那使他的现代化的 program 就变得四分五裂了。那这个东西很有趣，就是说你刚刚提到说，在台湾国民党是没有在进行保守主义，其实我们这些老师的研究的结果，其实你会发现，事实也是这样子。台湾的现代化是跟宗教的兴盛是并肩和谐的。啊，那如果我们自己仔细去看，当然它有些尺度上的因素，就是蒋经国在台湾设立的这些 corporate 的这些圈子，啊，然后这些像佛教啊，它采取的这个 humanist 人间佛教这个系统啊，所以对于台湾的现代化，它有很大的帮助啊。然后它的 state confucianism 呢，跟民间的 folk religion 也密切的结合，也密切的结合。对啊，所以我们看到在台湾反而是宗教跟现代化 state 的方面认同是密切结合的。但是要看是什么样的宗教，就宗教跟政治的东西。是现在才有的，它是现代化所创造出来的一个新的概念 ，religion， 是一个 modern concept。对，我们就说传统的这些宗教，传统的宗教，它成功的适应这个现代化的挑战。是成功吗？在台湾呢，至少吧。所以我说它这个应该是一个 litmus test， 啊，相对于这个就很有趣，这个东亚其实因为这个东亚的这个灵性传统和西方的东西不同。是民生的一个传统，所以这个可能有一些根本的区别。但是在西方那些教会，它其实是透过现代化，它完全失去了那个权利。所以所谓的世俗时代、世俗社会，不是说没有宗教，世俗社会才有宗教，但是是波兰的历史，就是一个再也不在政治之上的一个历史，就是在政治之下的一个历史。所以。政府国家可以利用这个已经被限制的国家宗教 state religion 来推动现代化，来提供一点点社会的凝聚力。但是这个宗教已经是一个失去原来的地位，失去原来的权威。原来的权威是什么？可以解释一切。他把这个 world 当成一个上帝的 creation。你这个政客，你听话。不能跳出来，所以我觉得，你说的完全对。State religion 就是一个 modernizing instrument， 但是因为这样子，传统的教会就已经不能。为什么十九世纪初的时候，教主或突然出来说我是不会犯错，我不会错，我是不会，我说什么都是对的。说起这个代表，太多人讲话有这一点，不然我不说。太多人觉得你这个教徒已经成为，你已经失去原来的权威，你已经这种绝对的权威，你是上帝的代表，不管你说什么都是对的，因为上帝的话，他这个地位已经没了，所以他需要站出来说，哎，我不管我说什么都是对的，没有人怀疑你这一点，为什么需要说？所以我觉得你说的完全对，宗教其实跟现代化没有矛盾的，是一个现代的宗教，是一个国家所控制的、所限制的。所以用的宗教，那么中国怎么样？这个是，特别是看到过去20-30年中国的宗教发展，就是很有趣的这个
没有这种感觉，宗教与宗教有现代化的关系非常有趣。但是中国不是一开始而是一直认为是现代化必须要保护所有的宗教，看看我的运动就是要把国家改成这样，我也就是开始想办法把我们这两组政策也是同样的用这个东西来推动现代化。所以中国在这一点真的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又就是研究这个话，我说在观察，但是你说的东西其实宗教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不是说保守，刚好是现代化，就是因为被限制，所以变成了现代的东西的工具。其他的会的老师跟同学有没有什么可以对这些就是我在发落的时候，就是我现在在做文章，其实在讲解是有怕手，文章提到的传染性，在这个过程他没有跟一个照理说，你看像三维啊，这些都是在建立一个教育、国教育的系统。其实跟大部分的欧洲国家的日本，他们经验是类似的，或者他们是一个意味要学习的一种系统，但是为什么没有成功？因为这个国家儒教，其实在清末以前已经是。在中国社会，非常根深蒂固。那我的怀疑是说，在那个时代呢，他毕竟，这个新旧纲领的 authority 已经受到质疑的，然后再加上进来的这些，不管是 secular。或者是 Marxist， 他们去挑战儒家的背后的宗教背景。我们说从宋书以来的这个所谓的道教跟儒家的这个紧密的合作，所以他挑战了他的宗教背景以后，那他就很难去赢得老百姓的这种宗教认同。传统的这些宗教，民间宗教呢，它也是非常歹毒的事情，也没有一个中央的体系，不像是Christianity， 它有一个中央体系，可以很快的去被 mobilize， 然后去建构新的 modernization theology，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 secular program without support of religion or traditional religion。所以，就变成产生了一个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chaos for almost a century。那一直要到台湾的时候，蒋经国才有系统的重新去建构、重建这些传统宗教，加入这个我们的这些人。我想，这个是不是感觉到？就说为什么一个几千年来的 state of confucianism 突然就 disappear 的感觉？当然也包括像熊十力他们这个新儒家的，他们是想要把儒家完全跟道教去做一个分隔，不谈他的宗教。可是他是不是这正好就去除了这个他的这个 program 的 religious legitimacy？因为研究这一块东西，我有一个，其实这个答案背后有一种哲学观，就是个人觉得这一点研究上还是有一个道理。就我觉得传统的儒家文化，朝廷关系太明显，所以这个朝廷已经崩溃了。这个就跟什么？那在西方，这个宗教与这个国家、这个国王、这个朝廷这个体系上，它是有关系的。是
我们开始搞政治的现代化，不代表宗教是政治国王朝廷和分会和政治做起来的。所以我觉得在晚清民初那一段，因为这个儒家与imperial system 关系太紧，imperial system 已经失去了新政乱性，那个专业团是更重要的。我们需要很长一段时间重建再考虑怎么做。我一直有这么一个印象，是我没有出去，没有出去，所以我就这样。更会往这个方向去想这个证据宗教的关系在中国的情况，所以你这个就会起什么非常就是刚好这一点觉得我们中国人所以传统的政治这些话不会引起宗教的这块因为改变的时候因为觉得这个东西是这个是边缘的，这个是失败的，所以我们晚清初很多赞时的这样的一个当中国教的文化著作，其实很多研究的很少。因为据我所知，在西方有一种古时候晚清的好不多，至少在台湾在中国大陆研究的文献。我的困惑就是，当时用您所研究的资料来说，有很多人反儒家吗？不是，像至少，因为我们看晚清的很多人啊，就是他们的其实不是反儒家，但是在儒家改成不像儒家的样子了。有人张大眼睛上面是反儒家，他没有反对儒家，但是他是赞赏。看诸子百家，那么传统的思维赞赏诸子百家的价值，不是反道吗？所以，那个时候不一定是字面上的思维反儒家，但是他们往这不同的方向去找，就等于形成自己已经不再接受儒家的这种正统。所以，反儒家的问题是良心的。今天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在两个半小时的时间，虽然有教授也跟大家谈得很深入的，老师们问的问题他也做了尽力的回应。那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要私下跟他请教，其实还是可以，应该还是可以。我想我们今天的演讲就先到这边告一段落，好，下一次谢谢施耐德教授，谢谢各位。